假归来的周杰伦，这次旅行意义非同一般，因为他是带着刚过20岁生日的女友昆凌前往夏威夷度假。私人行程比较没有那么公开啊，所以会比较自由自在一点。对，那是蜜月旅行啊？当然不算啊，这个休假，对，休假有时候比如跟朋友去打球，对，去海边游泳啊，或者去晒个太阳，去健身，对，很多事情可以做的。